我是廖爱辉，做手系统就是要创造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等各位一起来赚。在市场当中，要加快赚钱的速度，不外乎两种方式。第一种，借由效率换股赚，最好赚这一段，快速把获利堆叠上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跟着做手系统效率换股方案做，从8月11号到今天，你的100万透过效率换股，已经帮自己创出237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也帮自己创出2370万利润。而第二个要加快自动解数的方法，就是把市场当中效率的标股把它找出来，而每档效率标股都有固定的模式。做手系统就是要把市场当中最复杂资讯归结到最简单的模式，就同你所看到的，跟着做手系统去做。9月24号的台融，你会买在 20.25， 今天来到 23.8，100万已经帮自己创出 17.5 万的利润了。而9月15号的盛群，跟着做系统，你会买在 47.75， 今天来到 55.4， 100万也帮自己创出16万的利润。而做手系统为什么可以创造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除了这个系统 100% 是我自己原创之外，在进场当下直接会各位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而且一定会有移动停利去保护各位的部位。那怎么做到市场当中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一件主流要把主流跟效率标股把它找出来，而一件选股呢，当然把每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一定要把它找到。就从在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要加快计算协助的方法，就是借由效率换股。而效率换股有一个很重要观念，每档股票一定要坚持赚，最好赚这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跟着做手系统效率换股方案做，每一笔大的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一档，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要去换下一档，不是吗？那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直接一起来看。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16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4.9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加报酬。在16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博磊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9月16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钱要把赚钱塞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博磊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短短两到三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13.7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19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3.7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事实，单张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会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做手系统，当然可以再次的加快自赚钱速度，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19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3.7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加报酬。问题是19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19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的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有威科这样票，赚它最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9月19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要赚钱塞口袋，
再把资金转买有威科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短短两到三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抓出12.5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3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2.3万，系统告诉美金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事实，单张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又要浪费了很多时间，甚至会有大赚变小赚遗憾。但是当你有做手系统，遗憾不但不会发生，反而可以再一次的加快自己赚钱速度，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23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2.5万，系统告诉我们今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价报酬。问题是9月3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再回到23号这一天，操作可以非常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是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联影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9月3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千万赚钱塞口袋，再把资金转买联影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短短两到三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9.9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15号这一天，这张票100万赚了19.9万，系统告诉我们今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事实，单张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又要浪费了3天时间。但是当你有做手系统，同样3天时间可以再次的加快自己赚钱速度，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25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9.9万，系统告诉我们今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塞口袋，接着换股价报酬。问题是9月25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9月25号这一天，操作可以非常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盛群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9月25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前两票赚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盛群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短短两到三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6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你就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5个金流而已哦。事实上，就同你所看到的，从9月12号到今天，你的100万透过效率换股已经帮自己创出77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也帮自己创出770万利润了。而现在股票要等各位一起来赚。很多朋友在市场当中股票为什么做很辛苦？原因很简单，我们在市场当中要的绝对不只是一个头头是道的分析，而是一个真正会赚钱买卖点。市场当中会分析行情的分析师，会讲故事的分析师实在太多了，
但是有几个分析师可以确确实把股票做好来，我相信少之又少。因此呢，各做系统去做，很简单。我不给各位长篇大论分析，我单刀直入会各位会赚钱买卖点。因此呢，各做系统去做很简单。我们会让总资金效益达到最大化，而且操作一定要把握。所以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之资金集中操作单股票，而且呢要有严格风险控管。我绝对不喜欢双股票铺在极大风险当中，所以最大风险也不会在 35% 上下而已。更重要的，我要给各位会赚钱的买卖点，而这个买点跟卖点一是领先而且非常明确，绝对不能模棱两可。也就在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第二个要加位自赚指数的方法，就是把市场当中效率的标股把它找出来，而每档效率标股都有固定的模式。做手系统就是把市场当中最复杂资讯归结到最简单的模式。因此呢，当你有做手系统，同时当我们看到周线大户成本多，而关键价被日线买点突破，同时很自然的它就会形成效率标股模式。而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在短期之间会有快速大涨可能，就同这样票在这一天。当你有做手系统，同时我们说会一定看同个事实，我们会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最好赚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买点。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的情况之下，我说会在这一天这个做法，百分之一买进，等好事再发生。那为什么买进之后，在短期间之内就出现快速大涨？很简单，它一定符合效率标股模式。那到底有没有符合效率标股模式，我们直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样票，在这一天我们会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当时日线的买点。那日线买点到底有没有突破周线的关键输价，我们直接来看。当天周线关键输价在 19.5， 而日线的买点盘中已经来到 20.25，也就是说日线的买点在盘中早间突破周线关键输价，所以呢很自然它形成效率标股模式。就同跟各位分享的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在短期间之内会有快速大涨可能。怎么做？当然买点这个一定是百分之一买进，等好事再发生。那买进之后果然在短期间之内就出现快速大涨。那相同的，就同在节目当中常跟各位分享，做股票绝对不是买点一件事情而已，卖股票也一样重要。所以如何把买卖点标示的非常清楚，让各位敢做，让各位做的安心，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做系统去操作效率标股，有个最傻瓜最简单的模式，什么样的模式？哦，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当日线买点出现的时候，百分之一买进，简不简单？就这么简单，哦，不要怀疑。可是呢，也别忘了一件事情，买进之后，我们必须拿大户成本线来当移动停利，在没有跌破之前，一路爆到跌破为止，就这么简单。好，所以我说过，我们就是要把最复杂资讯归结到最简单的结论。所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样票在上涨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有出现黑 K， 你不用去理它，它没有跌破大户成本线，最傻瓜方法你就继续抱着。那隔天呢，它就是再创新高，然后甚至拉上涨停。今天早上开低有出现洗盘，一样的道理，没有跌破大户成本线，只有一个办法，就继续抱着。洗完盘之后，今天再是尾盘再攻上涨停，还是一样锁住。所以操作就应该这么简单。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常跟各位分享，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任何一档股票，因为每一档股票永远只是我们赚钱工具，没有任何理由跟必要跟股票死抱抱绑在一起。很多分析师在分析行情的过程当中太执着在股票上面，太强调在股票上面，所以做到最后你会发现，当股票下跌的时候，当股票套牢的时候，是不是只能用基本面的前景去安慰各位？可是安慰结果什么？有赚到钱吗？只是让各位越套越深而已。
所以操作最后其实也不过归结到最后买卖点问题而已，就这么简单。哦，买卖点哦，如果都不能找出来，不够清楚，不够明白，那从头到尾哦，都只是在解盘哦，从头到尾都只是在讲故事。那你认为这样的操作会赚钱吗？当然不会。哦，那同样的，再看那种票，你会发现方法就是一样，就是这么简单。这样票在这一天，当你有做手系统，同时我们所有会一定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当然是日线的买点。那日线买点只有一个，就是百分之一买进，等好胜战发生。那我在这个地方强调，我所有会员给我看到买点跟数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的系统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参数可以改，我看到什么你就是看到什么。那为同样的，为什么买进之后短期间正又出现快速大涨，还是一样道理，它一定符合效率标股模式。那有没有符合效率标股模式，直接来看系统。那为什么效率标股模式这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像过去一样买股票还要等股票整理的过程，一档股票你整理越久，你所承担风险就会越大。买进去之后在短期间这快速上涨， 拉开成本区，你当然怎么做就会胜算的几率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用等待的方式。那同样我们来看有没有符合效率标的模式，这样票在这一天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当时日线的买点。那日线的买点有没有突破周线关键数价，直接看系统。哦，当天周线关键数价在 46.55， 而日线的买点盘中已经来到 47.75， 也就是说日线的买点在盘中早就突破周线关键数价，所以呢很自然它一样形成效率标股模式。那就同跟各位分享的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在短期间之内会有快速大涨，可能有没有快速大涨，当然会快速大涨，操作就应该这么简单也非常明确。那同样的，我在节目当中常常跟各位分享 操作效率标股一个最傻瓜最简单的模式，什么样的模式我们直接来看。就是当日线买点出现的时候，符合效率标股模式就直接买进，而且是百分百自己买进。哦，买点只有一个，那你可以很放心很明确。那卖点同样也只会一个，用最傻瓜方式去做，就是当跌破大户成本线的时候，不要怀疑，就直接全数出清，一张不留。那我们 来看一张股票，这张票是在前几天我一直跟各位分享过的效率标股。那做法怎么做，很简单，我们要就是要让它买卖点最简单最清楚。好，所以套用刚才那个最简单的方式，就当日线买点出现的时候，百分百资金买进，简不简单？就这么简单啊，不要怀疑。可是也别忘了一件事情，买进之后我们必须拿大户成本线来当移动停利，在没有跌破之前一路爆到跌破为止。简不简单？就这么简单。那同样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样票在今天早上开盘没有多久，直接跌破大户成本线。跌破大户成本线应该怎么做，就同跟各位分享的，不要怀疑，就是把手上股票全数出清，一张不留，把赚到钱放口袋，准备再赚另外一档效率标股。所以呢，就同你所看到，如果你不卖，我说不用等尾盘哦，看到破了大户成本线就直接卖了，我会给各位明确价格。那同样的，破了就直接卖，不用等尾盘。如果你还要犹豫，还要再去考虑今天是不是直接打到跌停，很可惜，对不对？可是当你有做手系统，这样情况会不会发生？不会啊，因为早上开盘没有多久，它就是跌破大户成本线，跌破之后，甚至它还有拉上去让你卖，你就直接卖了。你就不用等到跌，等到尾盘，等到打到跌停再考虑要不要卖，太晚了。所以所有的操作一定要做到简单明确，你才会敢做。简单明确，你才会有大赚变小赚，小赚变套遗憾。也就同时所看到的，各位做系统去做，买点是不是只有一个？当然就只有一个。那卖点是不是只有一个？一样就只有一个。就这么简单。需要怀疑吗？不需要。所以做起来当然就是会非常的简单，非常轻松，非常的安心。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才会跟各位分享，我们必须用最精简时间去创造财富，用最大量时间去享受人生，千万不要颠倒过来，花了很多时间看分析师分析股票，听分析师讲故事，然后到最后操作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买点常常不清不楚，常常有很多弹书，很多假设，每次买股票就是这张股票买个一成，这个股票买个一成，最后好像自己在开菜市场，手上一大堆的股票。那同样的点位是一样，就告诉你这个点位先试单买个一成试试看，然后呢跌下来再去做加码。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当时你就不认为那个地方是相对的低点，那你干嘛买它，对不对？所以各位做系统就是要做简单明确，
而且要安心。所以你现在签就只是一个马上去亲身体会最简单最有效率的做手系统而已。我等各位马上来亲身体会，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到现场。做系统就要创造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等各位一起来赚。各做系统去做棋子，纵使有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你所看到的，台子09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4001点。而10呢，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1199点。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168点。那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每笔的教训号。今天第一笔教训号在8点55分的时候是一个延续盘不同步反向做空讯号，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昨天的最后一根 K 线，本来在灰色线上，这今天第一根 K 线也在灰色线上。那昨天多，今天也是多，这多方延续盘没有问题。但是我说过，8点55分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颜色，颜色不要，一定要倒过头来做。所以收盘收定，当然是收盘价23148去做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先 K 线最高来到23150，所以定价100%全部穿成交。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给各位规划的支撑区，一口单挣60点，记得先帮他发一口单。再等今天第二机会，今天第二机会会落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趋势盘同步做多讯号。那为什么不做？很重要也很简单，因为在进场之前，系统会先告诉各位进场停损停列位置。如果先已经来到停满足点，同时当然不会去做它，可以避免多空双杀，所以呢必须要等待下个机会。因此呢，实际上做单的下一个位置会落在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趋势盘同步做空。还是一样，我们接下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上变到灰色线下，线上变线下转折，线下是绿色，所以同步做空。所以收盘收定，我们当时的收盘价23025去放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先用 K 线最高来到23086，所以定价100%全部穿成交。相同的，也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跟规划的支撑区，一口单挣108点，记得再把它发一口单。就同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当拥有做手系统，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